是非，前尘暗藏血泪，一别经年难追，道不尽真实愿违。命运辗转迂回，生死祸福相随，执念难消，损真取伪，任风吹，风雨飘摇，一心不悔，用一生奉陪，至少有你同行与同悲，揭竿宿命一往无为，一场梦回，山河明媚，只守与君归，思想来回，心不着尘灰。长乐曲由特伦苏冠名播出，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伦苏。去头屑用雨洁，去头屑用雨洁，雨洁洗发水，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人啊，不能总指望别人伸手扶一把，能自己的时候还是自己的好。严府的下人，六娘子，老爷让我提醒您，这三天早都过去了，这回门之日啊，是一拖再拖。之前您说了明天就回，这次可不能再变卦了。啊，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我六娘，全香安城都在说大格岭和你恩爱有加，为娘脸上啊太有光了。哎呀，好看，真好看。好吃，哎呀，好看，真好看。六娘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怎么这么些日子就你自己？你夫君人呢？他内卫府临时有事，案子要紧。案子的事能有你的事重要啊？哪有姑娘家嫁人自己回门的？他忙完会来的，对吧？哎，四姐，你今日怎么回来了？不会是专门看我回门的吧？啊，你四姐夫给我订的镯子刚好到了，路过回来看看你。你们呢？你瞧瞧我这镯子多好看呀，我当时一眼就看中了。甭管他说什么不好听的，都别搭理他就成。好看什么呀，就知道显摆。四姐夫怎么没过来？哦，这不，你姐夫让你姐带了很多点心和果子，大家都尝尝吧。夫君，哎呀，老爷，你说咱们家六娘命多苦呀，人家嫁得好过得好，咱们家六娘还得去替别人找活路。你这话又说哪儿去了？那就是我这做娘的不好呗。你说说我呀，除了打扮自己什么都不会，平日里什么活儿都不干，夫君还总夸我是福星呢。
我呀，本来想生个闺女，有个小棉袄，谁知道生了对双胞胎大胖小子，您都不知道那小小子有多淘气。六娘，这你可得多贴近你四姐，好好沾沾福气，别整天就知道公事，嫁人了还到处乱跑。就是，六妹，你就赶紧别在那刑部打杂了。哥跟你说，这女子想要改变人生的方式是什么呢？把沈府后宅打理好。哎，五哥，我听我刑部的同僚说，上一次啊，在烟花街巡查的时候，瞧见你在喝花酒呢，还追着人家姑娘啊，满屋子跑。胡说！切，你个纨绔还好意思说我？全家最不挣钱的就是你。你看你这尖酸刻薄的样，你说你哪有点女人味儿？我尖酸刻薄？我要是你家夫君，我天天去烟花街也不愿意见到你。说什么呢你？够了！大哥领到。大哥领来了，但我觉得我夫人很好。小婿公务繁忙来晚了，岳父岳母多多海涵。不晚不晚，时候正好。啊，是啊是啊。今日六娘回门，我要厚谢严家，教女有方，哎，才能得如此聪慧过人的女子。进来。岳父，哎，听六娘讲，您平日里爱好品茶，啊，啊，这是右葵花式的瓷杯，出自越窑。哦，这是御赐的紫笋茶。哎呀，太贵重了。太贵重了，沈府的六娘三生有幸，连英王殿下也说，我娶了个好夫人。英王殿下，潘言之，他的字画不是已经绝迹了吗？啊，临摹的。老朽前几年偶然得到潘言之的拓片，一时兴起便研习了一下。连你都觉得不可思议，那果真是惟妙惟肖。看来你模仿字迹的本事是跟岳父大人学的。我只不过是略懂皮毛而已，不过这天底下就没有我父亲临摹不了的字儿。哦，
练笔而已，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哎，贤婿快来快来，一同用饭，一同用饭。贤婿快来快来快来啊！吃饭吃饭。父亲，我们回府中还有些许钥匙。哎，既然是岳父大人相邀，那自然是要留下来吃饭的。只是晚些时候得早点回府，还有要事要办。懂，都懂。六娘啊，为父见你现在过得好，心中自是欢喜。只是，张相是不是找过您了？张相已经提点过多次，话里话外的意思很清楚。派驻西城的名额还没定下来，若是他的事情未能办好，就……张相那边，我自会给他一个交代。大哥灵，大哥灵，报告大哥灵，阁楼那边有人去了。是谁？是夫人。他还是做出了选择。郎君，您前些日子让我准备的帷幔准备好了。这是西城一种特制的面料，可以有效地遮挡光亮。这是郎君啊特意让我……用来练刀。刚刚好。浪费。你这阴晴不定的脾气真应该改一改，不然以后谁愿意服侍你啊？是谁在严府的时候信誓旦旦地说
要好好服侍我的。夫人如此避讳夫君，怎么能服侍得好呢？你当真要我服侍你吗？我们本就是夫妻，即便是发生点什么，也不会有人说闲话的。我还怕有人说闲话吗？夫人伺候夫君，本就是天经地义的，服侍就服侍，谁怕谁？夫君身上好香啊，你要不要也闻闻看，看我香不香？把夫人那边的灯给我照亮点儿。大哥领，西明寺那边出事了。内卫府人手够了，大哥领，让你回刑部听差吧。去。哎，我谁非得跟着你们似的？有本事你别回来求着让我查。字迹工整，笔法出众，这些血字竟是凭空出现在墙上的。不是血，是一种特殊的石料，混合朱砂制成的墨。上墙后暂不显色，待到雨水冲刷之后，才会显露血色。凶手早就写好了，就等昨夜那场雨了。主殿那边的神像上也有血泪，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在向我们挑衅。神佛发怒，故而流血。听人说，神像流血泪是神佛背着世态炎凉啊！这就是在警醒世人呐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
没注意，我没看见。哎呀，哎，严六娘，你说咱刑部没有你还真不行，你都不知道，前段时间咱刑部的地面，它都没这么亮了。哎呦，大人那儿，哎呀呀，大人早，大人早。呀，这不是大格岭夫人吗？这怎么在这儿插地呀？就是。哎呦，担待不起，担待不起。瞧瞧瞧瞧，这儿还有点不太干净。啊。你把那布洗洗，洗洗再擦。大人，大人，腰带掉了，腰带掉了，腰带。你俩吵架了？没有，没有。没有，那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说吧，你又做了什么呀？哎，腰又大了，还得练呢。我当了细作，你不要命，你不要命了？我可是听说曾有人半夜潜入神府，就是因为当了细作，一夜之间不但尸骨不存，那一家子人却一家子人全都不见了，而且半夜啊还有人看到他们被那个鬼差拉进了阎王殿，那可是要灭门的，你胆子可真大呀。这事儿吧，这事儿很复杂。嗯。哦，对了，我让你找徐大哥办的事儿呢。放心吧，徐帅已经安排一两人去查了。哎，大人，大人，我去去。没事没事。严六娘，我有个事儿忘告诉你了。这个有人啊，看到你师父他游历回来了，但是呢，一进城门就被内卫府的人给绑走了。什么？啊。出来，沈都，沈都，沈都！大哥，你在忙，不见人。我是你们的大格岭夫人，谁敢拦我？沈都，你给我出来！敢出去？沈都，你有什么事情冲着我来？抓我师父干嘛？别太把自己当回事，你太高看自己了。把我师父放了！沈都，你把我师父出来！六娘，把我师父给放了！师父，哎，你呀，都为人父了，还这么冲动？师父，你以后少喝点酒吧，尤其是不能乱喝，别人给的。我这个徒弟啊是个直性子，还望大哥领见谅。了解。你了解什么？我切，不下了，说吧，找我想问些什么？听闻陈师傅研制了一种独特的朱砂，用时不显，遇水则现。没错，本是为了防止尸体腐烂研制的。不知此种特殊的朱砂是否为陈师傅独有？我归隐之前曾将此方给过几个故友的家仆用作驱虫，
效果甚佳。还想劳烦告知是哪几家？我知道了，为什么死者的失踪时间和验尸的死亡时间相差那么多？延缓腐败，驱虫避害。没错，就是朱砂。尸体的周围都配有草药，原本以为是用香料遮掩尸臭，其实是掺入了一种特殊的防腐朱砂，所以仵作检验的死亡时间才不准确。师傅，不知陈师傅能否推算出真正的死亡时间？你这个徒弟呀，倒不怕累到你师傅。哎呀，师傅，约案待破嘛，您就辛苦一下，露一手啊。这盘我师傅赢了。啊，赢了，赢了。那就走吧，带我去停尸房。走。哎呦，停尸房。我师父通过防腐的程度大致推算出了死者真正的死亡时间。胜利四年初春，胜利四年盛夏，胜利五年二三月，胜利六年六月，胜利六年八月中。范围不能再缩小了吗？现在看来没这个必要了。男死者胃里发现的，之前看尸身的腐烂情况，认为即便死者被害前有进食，胃里的东西也早该随尸身一起腐化了，是我武断。验尸断案不可预判在前，越是离奇骇人的场面，越是要按部就班，关键往往就藏在一些不起眼的细节当中。瓜子。没错，瓜子只有在人活着的时候通过肠子的蠕动才能消化排出，而且用不了一天就都会被排出去。这些死者胃里都有瓜子，说明是吃瓜后不久人就遇害了。符合常理的不一定就是真的，有时即便是你亲眼所见，那也未必就是真相，很有可能有人花手段让你以为那就是真相。徒儿受教了。这么巧，这些男死者在死前都吃过瓜子。太多的巧合凑在一起，那就不是巧合了。这些瓜子不是普通瓜的瓜子，是西城的胡瓜。进贡来的西城胡瓜，那不是只有皇宫里才有？不，还有一个场合，这些士族男子有机会吃到西城胡瓜。开阳日。每年开阳日的日期都是由太史局一官星象锁定，由官府出资筹办，太皇太后还会当场赏赐宫中珍品，只是年年日期不相同。那下一次开阳日是？三日后。大格岭，太皇太后还在议事，请大格岭再耐心等待。佛像流血泪，谣言四溢，太皇太后犯了头疼之症，连英王殿下都受牵连被禁了足。太皇太后口谕，眼下事态严重，五日内若还破不了案，就交与御察司处置。微臣领旨谢恩。
相爷倒也不必每次请人都请得这么客气。听闻西明寺又有异象，是人为所致。这个童谣只是个开端，此事愈演愈烈，先王殿下处境堪忧啊。听闻英王殿下也被禁足，太皇太后是对所有子女都敲打了一遍，下官斗胆一问，佛像血泪是否同相爷有关。大胆！下官所问唐突，不过是想早日查清事情的真相，替相爷分忧。此事与老夫无关，只是我让你查的事情如何了？尚未查到。你竟敢戏弄于我，就不怕我断了你严家的仕途吗？还请相爷听下官解释。相爷让下官去探歌龙，无非是想探知太皇太后对贤王殿下的态度，但凭我在内卫府的探查，相爷多虑了。如何确定啊？除了歌龙，内卫府往来通信的路径突然增多，其中多是中途折返的假象，就是为了要掩藏真正的路径。此外，内卫府大量人马被调动出城，应是沿途确保贤王殿下的安危。如若加害，何须多此一举？话虽如此，不过是你个人的判定罢了。贤王殿下有危，不也是相爷您的揣测吗？暂且信你，不过此事马上要有一个结果。相爷放心，我很快就会抓出这一切的幕后真凶。知道就好。去边关大漠的调令马上就要下来了，留给你和严博士的时间不多了。太皇太后，啊，您若不落子的话，这一局可就是保环赢了。唉，行。那既然如此，保环可就向您邀赏了。好啊，你说，你想要什么？此次开阳盛会，承蒙太皇太后您眷顾，是由保环来主持。那这邀请谁来，是否也能让宝环来决定呢？历来的盛会上啊，宾客们都是吟诗作赋、轻歌浅唱。这次是否能请一些真正的才子佳人来？哎呀，你想邀谁就邀谁，是不是？看上了哪户的家人呢？啊，微臣多谢太皇太后。徐内司，这是你给我的名单，我已尽数加入受邀宾客之列了。多谢张侍郎相助。客气了，日后还得承蒙您多给几分薄面才是。如此一来，知道朱砂配方的人都已经在开阳盛会的受邀名单里了，凶手就在他们之中。从这些人中找出凶手实在不是件易事，倒不如让凶手主动来找我们，这样我们也省去了不少弯路。死去的女人身上装扮都有相似之处，并且都是擅长弹琵琶的乐器。如果我扮成与他们一样，吸引凶手的注意，这样凶手自然就会下手，到时候你们再将其当场抓获。不成，此事太过冒险，你不能去。我去通明馆挑一个，打扮成目标人物的样子。是。不行，通明馆的乐伎亦是寻常百姓，我们怎么能拿百姓的命去冒险？再说了，那个凶手的手段如此残忍，万一出了什么好歹，你怎么跟人家家里交代啊？既然你知道危险，你若是遇险，
我该如何跟太皇太后，还有张相跟严博士交代？这个案子是我一力主张彻查，若不是我插手，他早就已经结案了。现在就差这最后一步，理应由我负责到底。官家查案，自然是由官娘子去冒险。让我拿寻常百姓的生命去冒险，我做不到。你若是要办，也得看看自己够不够格。要善弹琵琶，你会吗？哇，没看出来夫人居然这么多才多艺啊。如何，算不算会弹？夫人还真是技艺精湛。嗯，再接着弹一曲啊。我累了，今日就先这样。是太累了还是不会啊？到时候在开阳盛会上登台，也打算只弹这几句交差吗？娘呢，也没好好准备啊，想到哪儿说到哪儿，把几个关键点跟你说一下。首先弹的时候，你这件衣服就不合适，应该穿的清凉点。这也不必如此吧？嗯，重点不在于你弹的旋律节奏有多好，在于气氛要足。哦，看好了。嗯。姿势你都会啊，最开始的。伸腿。交织。对，慢慢来啊。旋转，哎，转起来。飞飞飞飞，你看啊，裙子飞起来了啊。飞起来裙子哦，飘逸。哎，娘娘娘娘。你能不能坐着弹啊？你这人一直晃着。我都看不清楚你的指法。哎呀，指法不重要，接下来才重要。看好了，把手抬于脑顶，从脑后下来，体态要妖娆，把脸露出来，眼睛啊，看我眼睛，女人的妩媚。重点啊，重点眼睛，看娘眼睛。哎，对了，注意啊，注意这块，再旋转。周身一震，嘿，哎嘿，正常啊，这个应该已经震落在了地上。娘娘娘，你待会儿再跳吧，你先坐下来，我只是想认真学首曲子。哎呀，曲子不在多在精，你娘啊，当时就一首曲子，真正的高手根本不需要第二首，而且你爹他从来也坚持不到第二首。
不是娘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哎呀，就刚才娘教你那个反弹琵琶一玩，那男人根本就把持不住了。娘，我只是想认真学首琵琶曲，我探用的。你以为是什么？我以为你想让娘教你点儿闺房之乐，琵琶一情。不是，哎呦，小舅舅，你说我娘她每天都在想些什么呀？难道就因为我嫁了人，我所想所做就一定要围绕着如何讨好夫君吗？你娘她打小便被送到戏院，当时戏院班主教育我们说，要极尽忍让，放低自我，声色于人，幸得有你父亲垂怜于她，才令他有了一个安身之所。所以你娘眼中能够为自己的女儿想到的最好的归宿，便是觅得一良人相守。那按我娘的标准，我肯定是没有什么好归宿，所嫁就非良人。你娘曾多次传话于我，让我在宫中务必为你周旋，万万不可真的让那白，就是你夫君，伤你的性命。可现在你已经安然无恙了，他也就安心了。可他整日却在思虑着如何让你的主母之位坐得安稳。那娘真是多虑，这主母之位啊，谁稀罕谁拿去便是。我才不需要男子保护，我只希望我可以成为一个强大的女子，可以保护自己还有家人。我严姓好不容易生在一个女子可以为官的王朝，哪里需要以色侍人？只不过现下我还真的需要一个可以吸引台下所有看客的琵琶表演。你刚才说为探案所用，我需要在刘商芳的舞台上表演一首琵琶曲，引蛇出洞。一个眼神决定你我缘分，再次相遇便知今生两人，看今夜星辰，梦回旧时分，一双人早已生根。竹林前的情人心思莫问，青丝相连一生一世长存，借晚风叩问素爱的情深，此生有了惦念的人。一往情深，你是我认定的人。春风相拥对爱多么认真，一点一滴慢慢全都封存，从每个清晨到每个黄昏，我和你永不离分。一不留神你闯进我心门，慢慢沉沦为爱奋不顾身，我冲锋陷阵也无比坚韧，因为你是我的责任。深，你是我认定的人。穿越春风，一生只愿。
的爱在升温。